主料：面粉80克，火腿100克，彩椒50克，番茄酱20克，奶酪2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彩椒、火腿、奶酪备用，面粉、鸡蛋、清水泡打粉和面，将火腿和彩椒切片，奶酪切丝，揉好的面团擀饼，涂抹番茄酱，加入火腿，撒上彩椒和奶酪，烤制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烤制2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